老板，沈老板，你别碰我！就每次看到你们这倒霉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上一次我跟你讲一个店，不见了一个相机耶。然后你现在在骂什么？生意都没有了，你在骂什么？没有没有，我真的是请不起你啊！你走，你走。你走，不要吵！不要不要，你走！我自己真的是请不起你，每次我看到你我就真的倒霉。你走，我真的走走，你走吧，我走吧。等我当我求求你，我真是请不到你，我真是请不到你。你走吧，走。不可以啊！我真的是看到每次我真的倒霉，当我求你，你走吧，真的是走吧，我来吧 ，OK， 走吧。老板，啊，行行行行行，走走走叫姓布，从小就是一个很衰运的人，家人都因为我的衰运一个个离开了我。现在我只能做网络生意，因为只有这样才不用和任何人接触，不会害到任何人。幸福吗？我要见你。啊，有见我？哦 ，Mr. Lee， 我们这个是网上交易的，我们是没有讲面交易，没有讲出来见面这些东西。啊，对。你的衣服有问题，我现在就要见你。啊，然后我寄出的时候我也没有搞出来。真的有问题，你再不出来见我的话，我就要告你。你要告公司 ？OK， 我现在出来见你。啊 ，Mr. Lee 要见我，等下我害他怎么办？啊！Hello， 你用公司最好问题好呗。啊，怎么这样子的？你别说那么多，现在快点马上来。是。
Hello， Mr. Lim， 我刚才看你很紧张这样，所以我就打来看一下，看你是不是什么事情哦。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？你什么都不用帮我，我公司就快倒了，你叫混蛋！都是因为我，你现在的公司才会出现问题。为什么水印总是缠着我？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？啊！那是什么？哎，怎么会有个戒指？啊，我的手机。请问你是幸福吗？恭喜你，你中了大彩。这一期的奖金总额高达3000万。啊，真的？请你在明天来到我们的本公司来领取奖金，谢谢。Thank you. OK， 好，拜拜。中大财哦！哎，有事吗？啊，没事嘛。啊，没事。哎，是你？是你啊！我这个是人贩子，谢谢你。这个杯子重要吗？里面有个文件，是我公司的转正的，谢谢你。我敢去练武，我是走啊！我那个底账就一笔勾销，这是你啊！好了。今天发生了那么多事情，我找不回我的电话，我中了大奖，我可以把 Mr. Lim 抓起来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不告我。没关系，妹妹，你是我的发展。哇，痛！真不是他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说谎。Yes.
自从拿了这个戒指之后，运气真的好了很多，不只可以帮到身边的人，连我的网络生意也日日上升。50块，幸运降多年了，我想要一次的幸运可以吗？戒指，我一定会害到他，怎么办？Mr. Liu，哎，信不是吗？有看到钱包吗？我钱包不见了哎。钱包啊，没有。哦、不用紧啊，我下次再月底出来查。谢。我没有害到他，我因为带来了好运。
难道我的婚姻已经没有了？没了戒指，我没帮到他，也没有害到他。我想，变回正常，已经是最大的幸运了。戒指，你到底去了哪里？哎，怎么会有个戒指？啊，真的？这是你啊？戒指，你到底去了哪里？哇，50块！耶吼！这么多年了，都还是那家不拉气了。喂，怎么那边有发光呢？喂，这戒指像熟了。So you